大家好，我是九峰新月特助，我叫 Evan。 那目前我们从事居家产业已经从事了16年，从2007年开始成立，我们提供了系统家具以及居家设计整合服务。从过去我们开始在做这一块，其实很辛苦，因为我们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和心力放置在设计规划上面，还要融入美学，然后甚至我们在做生产制造端 OEM 的部分，我们还要去投入说，软硬体要怎么去串接，做到智慧化的整合服务，包括智慧的生产、智慧的居家服务以及智慧化的居家设计。那目前我们提供的家具产品包含说像衣柜、书柜、床头柜、电视柜等柜体类产品，都是我们主要的生产产品。我们从国内内销已经做到国外外销，有从事到销到东南亚或是欧洲等国家。那目前我们所有的产品的原物料都来自欧洲，所有的板材都来自欧洲，都使用101万的甲醛的含量的板材，也是符合这个防潮系数 B313 的标准。那目前公司创立以来都是以研发、创新、永续的概念和核心的宗旨，然后来照顾我们公司的所有的员工，包括我们公司所有的研发、研发和一些产品类的开发，我们都是以这样的宗旨来做一个研发的基础。目前我们现在除了在系统板上系统板材上面我们做一个投入之外，在今年度其实我们也尝试做一些异材质的整合，开始去投入做一些聚酯纤维板工程等相关的一些板类制造，还有研发设计部分。那在去年度2022年度，我们也成立了一个子品牌，是叫 Savior。 Savior 这一块其实我们就是帮末端消费者帮忙做整体的全屋装修规划设计和安装施作等等，这都是我们现在的服务的范畴。所以从 OEM 做到 ODM， 然后我们后来做了 OBN 的部分，都是公司一路以来我们都是秉持这样的原则来去做一个深耕发展，做到市场的永续。在我们今年度，我们甚至更是非常感谢台中金手奖给予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所有的消费者看到在台湾还有一个很好的家具厂商，我们愿意去做出好的家具产品，然后提供给国内的消费者。我是市场部的玉馨，然后我待在公司大概1年至2年的时间。那其实会待下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其实公司的步调是蛮快速的，那在行销跟营运方面其实也是必须得同步这么快速。那在我们九峰兴业这边跟我们的子品牌 Savior 的部分，其实都需要大量的做一些行销跟设计的部分，那这个面向都是非常快速的。对我来说，我的职业生涯里面还目前没有这么快速的步调，所以蛮具有挑战性的，也是我想要继续待下去的动力。好，我是业务部的童事长，然后我们目前针对 B 端跟 C 端的客户都有分不同的服务方式。那像 B 端的话，我们有针对设计师，然后有针对建设公司的服务。设计师的话，我们可以存出板材，或者是说他有意愿来成为我们的加盟主，那这部分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平台去做预约，我们会有专人带参访这样子。建设公司的部分，我们有提供很多种方式，那从最一开始的餐厨空间的规划，到后面整个精装修的量体承包，就是希望可以在后续提供他们全屋装修的规划。那 C 端的客人，我们的品牌设计师也可以直接针对就是其他没有配合到建案的客户去做整个全屋规划客制的服务。那我们的服务面向大概有这些。那我们的业务的话，都会是从头一个人接到尾。那产品的交期是非常快速的，我们只要从下单到出货，大概是抓7到10个工作天。目前的话，大概是全台湾最快速出货的一个生产方式。然后我们基本上在九峰这里，你完全可以做到一站式的体验。一站式体验大概就是从接单到服务对单，然后到后面出货，我们在这边完全可以一次的提供到位。大家好，我是行政部的专员。
那我们公司呢，最主要很注重我们团队合作的部分。那我们在沟通上，我们都是以团队去做沟通，在公司提供很多面向，让我们去增进我们自己的特质，进而就是可以展现自己的个人的实力。那我们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针对就是我们服务顾客的部分，我们的设计师以及可能C端的消费者，那我们做进一步的沟通，透过通话可以更了解到他们的需求，那我们可以提供我们更好的服务。我们借由他们这些回馈，我们可以更精进我们原本的一些可能推出的方案以及推出的措施，那我们可以做改善，然后利用我们的行销可以推广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九方出品必出精品。